你怎么来了？买定一手。开板！赔钱！赔钱！请下注。Excuse me, sir. 请下注。要几点？16点。长不都下16点吗？是。对，买定你走。下注拿多少？选一下。啊，等一下。下。几点？还是16点？还是16点？还有谁买？买定你走。等等。开始吧。来来来
就来，别怕谁。豆子，折线啊，折线。今儿太开心了，你不仅仅帮我赢回了所有我输的钱，还赢了他们一大把。我知道你江少峰不是个在乎钱的人。我当然不在乎那些小钱，我在乎的是赢了那帮洋鬼子的钱，我舒服，我痛快。哎，来，喝杯。你没有让手下的兄弟玩几把。我这几个老千啊，只能在三流的赌场玩玩。哎，兄弟啊，我不明白，你不上手，怎么知道我一定会赢？怎么知道我再压十六点还会赢？想知道啊？师傅，你告诉我。可以啊，答应我个条件。什么条件？别再叫我师傅了，都把我叫老了。当然没问题。教你牌技跟赌术可以，但是至于你能学会多少，能领悟多少，将来有多大的成就，这得看你自己的造化。兄弟啊，我啊又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物，我只是想玩玩，学点皮毛就可以了。不过我在想，要么不要玩，玩就要玩出个名堂来，对不对？说得好，不愧是上海鼎鼎大名的江少峰江少爷。要玩，咱就得玩出点动静来。那我们怎么能够玩出点动静来？你都叫我师傅了，那做师傅的应该给徒弟一份见面礼，是吧？你要送我礼物？觉得那赌场怎么样？那个赌场啊，是法国人开的，别说是租界，就是整个上海滩，也是最顶级、最高档的赌场。平时啊，除了那些顶级的名流和外国大商人，一般的有钱人啊，连门都进不了。既然你喜欢，那我就把这间赌场送给你吧，怎么样？啊？把这间赌场送给我？不会吧？有什么不会的？赌场开门做生意，无非就是一个赌字儿。既然有赌，那就有输赢；既然有赢，咱们就赢他个倾家荡产，赢他个关门大吉，让这个法国佬亲手把这赌场送到江少峰的手上。哎呀，我只听说过赌场赢钱，我还没听说过把赌场赢回来。兄弟啊，你是真的要把赌场赢回来送给我？哼，兄弟，你不是好玩吗？既然要玩，咱们就要玩出些动静来，玩他个惊天动地，玩他个家喻户晓。你想啊，如果上海滩老百姓知道你江少峰通过一夜的豪赌把法国人赌场赢到你自己手上，那你说在上海滩还有谁不会认为你江少峰是最大最牛的玩家？兄弟，咱们不鸣则已，一鸣就要惊天动地。叶飞呀，叶飞呀，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如果说你真能够把洋鬼子赌场赢过来送给我，让我江少峰成为上海滩最顶级的玩家，从今以后你叶飞要信心，我绝不给你月亮，我要让你叶飞在上海滩横着走。那倒不用，我帮你呢是因为我们是朋友，要想赢一间赌场，对于我叶飞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只是你啊，别到时候不认我这个朋友啊。这怎么可能呢？叶飞，你听着，从今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你叫我东我绝对不向西。你先别太激动，听我说，一般开赌场的背景都不简单，更何况是洋人赌场，你赢了他们倾家荡产，
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个你就放心吧，换了其他人，那些洋鬼子一定玩不过他。在我江少峰手里，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我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大家在牌桌上规规矩矩的分高低，如果说他们敢玩下三滥的手段，我带一年的兵马把赌场给围住，谁敢动手我就崩了谁。所以我说嘛，在上海滩也只有江少峰有这样的势力和胆量。兄弟啊，你就别夸江湖了。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是这样的，既然赌呢，就要有一个赌的样子。明天你租一个房间，白天我教你赌术跟牌技，等到我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了，咱们再开始。行，没问题。我把饭店的整层给租下来。我真是越想越激动。哎，兄弟，不如我们今天晚上就开始啊。你不睡觉我还要睡觉呢，再说你嫂子在家等我呢，我说明天就明天。那好，明天早上我在饭店门口等你，咱们不见不散。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来，敬你一杯。大哥，你终于来了，我等你等的脚都酸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没事，走吧。请。我在这儿盯着，你快回去报告董局和站长。好，快去。好。兄弟，怎么样？不错，但问题是，要这么多服务生干什么？还用说？当然是伺候咱哥俩吃喝的。挺好。但我教你的都是秘籍，怎么？需要这么多人观摩？哦，对不起，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听好了，都给我出去，没有我的吩咐，一个都不许进来，听到了没有？是。你们几个也给我听好了，把门给我守住，不许一个人进来打扰我们。是。兄弟，喝什么酒？大清早的喝什么酒啊？抓紧时间，开始吧。太棒了，太厉害了，过太深奥了，我觉得我学一辈子也不一定学得会。让你在这么短时间内学会这个确实有点难度啊。这样吧，我教你别的比较简单一点，但是糊弄洋人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简单，这个我可以学，好好练吧。
叶飞和江少峰一早去了普天大饭店。对，据报说是把顶层的房间全都包下来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们在里面已经待了整整一天了，不知道在密谋什么。顶层的大套间都关着门，外面有专人看守，不许任何人靠近。东兄，想尽一切办法把要让咱们的人渗透进去，无论如何也要弄清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是。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晚上还演出呢。记住了，练不好的话，不允许吃饭，不允许睡觉。好了。人呢？少爷，你有什么吩咐？帮我点一份跟叶飞一样的牛排。是。等等。两份。是。你说什么？扑克牌？据化妆成饭店服务员的弟兄们报告，在江少峰的房间里有一桌子的扑克牌，他在苦练牌技。江少峰在苦练牌技？叶飞和江少峰这要是干什么呀？难道扑克牌当中藏有什么重要情报？天晓得他们想干什么。怎么样？不错，孺子可教也，说明这两天没有白练。兄弟啊，我自娘胎生出来到现在，做的是最认真的一件事情。你看，我容易吗？我的两只手都磨肿了。以你现在的能力，骗骗那些洋人应该没什么问题。真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回去准备一下，带好人和钱。明天晚上我停演一场，陪你一块儿去赌场。等到后天一大早，那个赌场就姓江了。兄弟啊，我真是太崇拜你了。开始。去掉前八张，请下注。十万。十万。要不要补牌？分。分。神奇。
要不要加速处理？别废话，老子有的是钱，分多少加多少，分。再分，哪还要分啊？要不要补牌？重补了。放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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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这小飞可真行，居然帮江少峰赢了洋人的赌场。我这弟弟啊，什么奇事都能干得出来，他这叫投其所好。哎呀，现在这个江大少爷啊，为小飞马首是瞻，小飞在他面前那是说一不二。哎，不过这样也好，这一步要是摊开了，小飞以后的工作就好开展了。嗯，这小飞怎么能想得出来的？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共产党都打到家门口了，堂堂上海驻军司令的大公子居然有闲情逸致去赢个洋人的赌场回来，这叫什么事儿？也许江少峰现在做的事情对他和他老子来说是最不荒唐的事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叶飞这一晚上替他们赢了多少钱吗？多少？是你想也想不到的数字，而且全是美钞。你的意思是他们在疯狂的敛财？